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冰。今天我们来到的 Costco 位于 Ontario， 是一家 Costco Business 商务版的，具体的地址写在了屏幕上。这家 Costco 的营业时间和普通的 Costco 是不一样的，周一到周六早七点到下午六点钟，周日休息。本季的折扣现在还在打，跟随我们镜头看看还有哪些吧。Monster 能量饮料24罐装，原价36.29元，本季减3.3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说起 Monster， 学生党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各种期中期末考试的时候都靠它了。又能补水，又能够点燃活力，高能量的饮料，提神醒脑，内含咖啡因、瓜拉纳、牛磺酸和人参成分等。我个人觉得它比红牛更有效一些。此款是经典原味款，每瓶473毫升。Planters 盐焗花生52盎司装，原价6.89元，本季减1.9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超有名的花生零食品牌，此款是盐焗的干烤花生，除了花生与海盐之外，还有干洋葱、干蒜和红辣椒碎，丰富了盐焗花生的味道，含2克的糖分，不含反式脂肪酸，是一款健康的零食。Popcorners 薯片混合装30袋装，原价13.99元，本期减4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第一次接触这款薯片是在 Costco 的试吃区，吃了几片发现还真的很好吃，脆脆的，吃着不腻。一箱里面有4种口味，一共30袋，都是独立的包装，其中8袋为海盐味，8袋为白切达口味，4袋辣奶酪和10袋咸甜爆米花味。特别是里面的咸甜口味最好吃，不会太咸也不会太甜，吃了就停不下来。这款不含胆固醇，它最多含有3克，比起其他的薯片它要健康的很多。Organ 蛋白质粉加超级食物，巧克力味，现在香草味都参与折扣，原价31.99元，本期减8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蛋白粉为 USDA 认证的有机蛋白粉，属于植物蛋白粉，它不含大豆、无麸质、非转基因。叶香味含了蛋白质和50种不同的超级食物，可以增强免疫系统。50种不同的超级食物含羽衣甘蓝、亚麻、奇亚籽、藜麦、甜菜和姜黄等，富含了维生素、消化纤维、钙、铁等。此款蛋白粉每2勺含有约20克的碳水，含1克糖分，含21克的蛋白质，特别大的一桶，非常适合补充综合营养的朋友。李氏德林漱口水2瓶组合装，原价14.49元，本期减4.5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这款漱口水的规格为每瓶1.5升装，此款含有了麝香草酚、薄荷醇与桉树油醇，可以帮助深度的清洁口腔，防止齿龈炎，杀死超过99%的口气细菌。不仅可以保护牙齿，因为强烈的薄荷味，可以保持口气清新，只需要每次30秒，一日2次，就可以很好的保养牙齿。Nabisco Reese 小饼干45包装，现在清仓价5美金，这个绝对是今天遇到的 bug 价。这款的饼干可以说是最经典的饼干之一了，它颜色金黄诱人，口感咸香四溢，层层酥脆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它不仅能干吃，也可以搭配各种的小食，制作成精美的点心，夹着奶酪一起吃也很绝配。这款一箱里面是45袋，独立小包装，一小包装里面大概有6片，携带方便，而且里面含有1克的糖分。不过之所以这么便宜，主要还是临期了，它的保质期是到23年的6月份。如果能吃完的朋友，建议现在入手哦。Sunshine Cheese 的白切达芝士脆片45袋装，原价15.89元，本季减3.5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这款的芝士脆片也真的是很好吃，一盒里面有45个独立的小包装，方便携带，不占地方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到芝士的脆片。这款是白切达芝士味，是由100%的芝士制成，一袋里面含有290毫克的钠，26克的碳水，几乎不含糖分。这款同样也是 Sunshine Cheese 的多种口味脆片，42袋装，原价14.99元，本期减3.3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相信大家对这款零食都不陌生，它家的芝士脆片真的是让你无法抗拒。这一盒子里面有2种不同口味，每种是21袋，有切的奶酪加酸奶油洋葱味和双层芝士味。这款奶酪芝士饼干完全就是芝士控的福利，真正的奶酪制成，不含防腐剂，芝士味道浓郁酥香，喜欢吃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次打折哦。经典的威化零食12条装现在也参与折扣，柠檬味的原价7.99元，本期减2.3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1日。这个品牌的2种味道都在参与折扣，这是意大利非常著名的威化品牌，一盒有12条，是榛子口味，里面独立包装，方便携带，回味无穷。还有另外一款就是柠檬味，它把柠檬奶油加在了威化中间，既有了威化酥脆香，也有柠檬奶油的酸甜味，非常的美味。红色包装的就是经典的榛子口味的，黄色包装就是柠檬味。
这一款多种的混合麦圈十二盒装现在也参与折扣，原价10.99元，本期减2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他家的麦片不用多介绍，非常的好吃，喜欢吃他家麦片的朋友可以来这款混合装的，里面有4种不同的味道，3盒彩虹甜麦圈水果麦圈，4盒香甜玉米麦片，3盒迷你的小麦麦片，以及2盒苹果肉桂谷物麦圈，可以每日更换口味吃。但需要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款含糖量有一点高，它每一盒至少含有13克的糖分，所以不建议每天吃。费列罗榛子巧克力酱950克2瓶组合装，原价13.89元，本期减4.1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这是大名鼎鼎的费列罗榛子巧克力酱，非常适合早餐，我也是非常的喜欢用它，可以将它涂抹在吐司、香蕉、煎饼、华夫饼上都很合适。这款巧克力酱含有烤榛子和优质的可可粉，除了巧克力味道之外，还有一些榛子的香味，每2茶匙含21克糖分。拉瓦萨意大利意式的浓缩咖啡豆1000克装也参与折扣，原价14.49元，本期减3.5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这是意大利的销量冠军咖啡品牌，它一直走的是平民路线，这一款是100%阿拉比卡咖啡豆，属于中低烘焙，口感非常符合意式的浓缩咖啡味，酸苦度均衡，喝过之后有酒一样浓烈的醇香，小小的一杯无限回味。拉瓦萨在 Costco 还新出了一款咖啡豆，是意式浓缩咖啡豆2.2磅装，14.49元，它属于中度烘焙，浓度为7%。在意大利的混合烤最适合做浓缩咖啡了，它也适合于任何咖啡机，也适合做拿铁和卡布奇诺，还带有了挥之不去的奶油味，并且还有巧克力味与辛辣的香气，它产自为美国。品客薯片14罐装，有原味、酸奶油味、烧烤味，原价31.99元，本期减6.3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品客也绝对是家喻户晓的品牌薯片了，目前有3种味道在参与折扣，它的薯片都是由精选的马铃薯制成，口感酥脆，片片咸香，而且每一罐体积不大，也很方便携带，无论是在工作、玩游戏还是追剧，都很方便随时拿来打开一罐。这一款无论是在品质上还是在价格上都没得挑，不过最大的问题就在于量太大，怕吃不完。好想采访一下，吃完的朋友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呢？Country Time 柠檬冲饮2.33千克装，原价8.39元，本期减2.9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1日。很大一罐，分量很重，感觉够全家人喝一年了。尤其在炎炎的夏日，非常适合冲冰镇的柠檬汁，既能够享受美味的时候，还能够解暑，并且还可以帮助你补充维生素 C。酸甜适中，冰镇更美味，直接冲饮即可。也可以添加百香果，酸酸甜甜，非常好喝。不过它含24克的糖分哦。E2N 绿茶12罐装，原价15.99元，本期减4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说起伊藤园，很少有人不知道，第一次接触抹茶的时候就是伊藤园，觉得抹茶还是他家的最好。此款绿茶每瓶500毫升，纯天然非转基因，不添加任何的香料，无糖款的绿茶，一瓶5卡路里，不含脂肪，75毫克的大，不含糖分，绿茶味里面略带了苦味，口感很单一，不过它清爽解渴又好喝，它产自台湾。卡基摩洛哥特色风味的烤玉米粒12袋装，现在清仓价5.97元。此款零食盒里面有12袋独立的小包装玉米粒，每袋是2.5盎司装。它是无麸质的零食，不含人工色素，无添加，无防腐剂，低胆固醇。它是卡基摩洛哥特色风味的零食，味道是辣味与青柠檬的酸味结合，辣度是中辣。Organ 儿童液体蛋白粉24瓶装，原价37.99元，本期减8元，折扣时间到6月18日。有不少父母担心小孩子的营养摄取不充分，这时候可以考虑给孩子来一杯蛋白粉。这款是巧克力味，大部分的孩子都会喜欢，而且一瓶里面含有了8克草饲蛋白质、22种维生素与矿物质、3克膳食纤维，并且这是一款有机款，非转基因，无麸质，不含大豆，可以直接喝，也可以拿来做奶昔。一瓶里含有9克糖分。下面为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安利一款燕麦奶。目前我在 Costco 看到了2款燕麦奶，一款是 Costco 自家的品牌可可兰的不加糖款的燕麦饮品，6瓶现在是9.99元。这是有机的，纯素，不含乳制品，不含坚果，不过它里面含有了很多其他成分，如有机葵花籽油，还有额外添加了7克糖分。另外一款就是比较出名的 Califorms 燕麦奶6瓶装，15.99元，每一瓶32盎司装。这款燕麦奶很适合做咖啡，不过这款不是有机的，但是是非转基因，不含大豆的纯素款，它比可可兰好一些，只是添加了4克糖分。其实在其他的超市除了这2款还有很多的品牌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从这2款入手品尝一下。
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为大家推荐到这里，折扣时间是到6月18日结束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准时间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还请您为我们点赞、点击关注以及点击小铃铛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，也可以在下方和我们留言互动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在洛杉矶，下一期再见。